哎，我是理查。那我最近就是全力加速这个都市计划委员会会基委这个资料库的建制。那基本上委员会的记录就是会像这个画面上，就是 PDF 档或是Word 档，然后这样子写说，哎，今天主题是谁啊？然后有谁？然后做了哪些事情？审议什么事情？开会什么事情？那我的想法是说，把这样的 PDF， 因为它事实上是在网上公开的，依法要公开，但是它其实不是一个很友善的格式，而且不好找，所以我的希望是说把它做成一个类似文字资料库的东西。那目前题目好像有点模糊，就是目前我是整理成这个 JSON 的格式。那今天的目标就是希望会有一个可以浏览这些会议记录的一个雏形的网站。那目前我是已经整理好大概二三十个会议记录的纠正了。那我有做一个 Mac 手绘的，刚刚才画，就是它可能会是一个网站，然后就是一进去就有，例如说一键鼠啊，然后台北市啊、台北县啊，然后点进去，例如说点台北市，他就说第几次会议，然后有一个就是会议的那个选单，然后再点进去才是这个 Johnson 所读取出来的会议记录，例如说日期是谁啊，主席，然后审议案有哪些，然后例如说澄清有几百笔、几千笔，然后点一下就是发现澄清人说市长请假了三个月，不知道怎么办。然后另外可能还有一些搜寻功能，就是例如说最近很红的这个林清龙啊，在我们都市计划界很红啊，林清龙。他当过营建署的，好像是署长吧，还是什么？然后做了什么事情？参加过什么样的都市委员会？都市计划的审议会议，然后在台北市又审议了哪些都市计划的案子？然后就会连接到这个关于他的这个都市计划会议记录，然后再点去，一样就是会议记录里面。那另外一种就是可能是从一些比较敏感的关键字，例如说实际内务园区，那在哪些次数的这个都市计划委员会做过审议？那说过哪些审议？那再点进去就可以看到说，人民的申请就是当地居民申请或者是实际的申请到底吵了多久，然后有几百篇这样。那今天目标是这样，那么跪求第一个就是，因为我是门外汉，就是目前的这个纠正答案我是乱弄的，就是有点资料结构可能有点乱，所以第一个就是需要资料提供。那第二个就是希望这个做网页的这个前后端的支持。那第三个就是整理资料的苦逼。因为我目前写的这个读 PDF 程式不是很完整，所以最后面都是要手动去整理成比较相对应、比较可以使用的这个旧程格式。那我是理查，那个 Stark， 因为我叫莫纳鲁道，谢谢，跪求支持，谢谢。好，谢谢莫纳。